Morning。往法台上这么一坐，感觉还真不太一样。以前师父老和我说，坐在审判台上，你的背后是国徽，你的一言一行就代表着国家，你的底气是不一样的。现在我完全都懂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就是卷宗，可对当事人来说，那就是人生了。那可就有的说了，不入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少二层感。别问，问就是不喜欢。别在这跟我装黑社会了。爹，你也太直了，没结婚都是少年。什么情况？你让我认清楚。比如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，或者关于乔大正，您这是在违法！你敢动我，你看你去！我警告你。看清楚，轻一点，范进，怎么办？怎么范进这么窝囊的？没事，坏了再给你买一个。啊，对不起，娘娘，叔叔没有这个，叔叔认不了娘。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我不是神。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。真真的走，带你去上身。最近呢，我少加点班，都回来陪陪你。想是吧？好，给你点燃啊。我真心希望每一段感情都能长长久久，虽然我现在还是一个小法官，但请您相信我，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，我会努力的。走，接着干。小红书。